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呢别人要开拍电影，然后我要进去别人的剧组，加入别人的电影。这件事情呢差不多十多年没有发生了，因为之前我有参与过别人一次电影，就是《大英雄小男人》。后来我发现到我不太适合被别的导演控制，这样子觉得表现到不是很好，而且我不是专业演员，所以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做别人导演电影里面的演员，都是自己导自己演。所以今天是很特别，然后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来 fitting， 走去看看，不习惯，我开始加入人家剧组，我能。Hello，谢谢我们总理试完妆了，谢谢你老师，叫我 Win 就可以了。Win， 谢谢。马来西亚电影的造型大师，平时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合作，因为我们请不起他。没有，没有。我自己期待做你的电影。我们这种 underground 的很难。OK， 我们结束了，准备走。导演，谢谢，拜拜。今天来到这个电影公司，因为我们今天要读稿，拿那个剧本先试演给导演看，每个人演法不一样，导演有导演的要求，所以读稿很重要。那《扑克王传奇》整个剧本这样后来，我们要跟演员之间都一直在那边演，然后演到对为止，这样拍戏的时候比较快。然后导演在这里，对稿有分阶段的，就你跟谁有对手戏就要跟谁对稿。然后接下来有 You Me 啊，就我们要一起对稿。明明中途来的，我会喜欢他。啊，你我什么都不懂。不累吗？连骗人家还不够，现在连自己都要骗，你是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穷人啊，你看他小意义。嗯，这样，这样。好，走，来，走。现在很像过年。一个发门。发电。哇，咁快。遇到真好。睇下调度睇下点这么你懂了，这么厉害。这我是自言自语还是跟他讲？是跟他讲的。哇，你明知道我通华你还 all in， 因为你玩心理战嘛，这边大家还。啊，等一下我通华顺呢？啊，对对对，完全是这个。我跟 all in， 开拍。然后接下来就是外面装车，那装车就是我们开拍的第一场戏。我们开拍的第一场戏就是我要被撞，我两位都会被撞。没有，我是想说，是有 stun 吗？有 stun 有 stun， 当然有啊，兄弟，凌空旋转啊！我吓过了，我吓过了。被撞都会有替身，反正。扑克王者开工大吉，开工会！耶，今天是我们开镜第一天，有一点迟到，应该车坏掉。第一天我们就要拍车祸，你知道？然后我们来，我们车坏，然后拍车祸。这是整个戏的第一个 shot， 通常第一个 shot 就要拍很久的，因为紧张害羞。Ready， 3, 2, 1 action！ 哎，小心，小心！这次我在戏里面呢是演那个角色叫做小七，他的性格是比较傻孩子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做自己啦。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不演戏的，因为你们每次看到我自己的 MV， 然后很多人觉得哇，肯定你会演戏。可是其实我自己写，我自己要讲演，我自己导嘛。比如说你设定一个角色要我去演那个角色，我演不出来。一路来都蛮多人邀请我参与电影的拍摄，可是我一直都拒绝。这个算是这十多年来第一次进入别人的剧组。我主要啦是因为看到林德龙大哥还有 Matt Lai 导演，我相信他，然后还有王雷大哥，我觉得可以一起玩就好了，有人陪我玩嘛，至少。厉害的戏啦，好，你这个空干命啊，叫你笑啊，你去上男女。OK， 今天呢，这王雷大哥来演我爸爸了，虽然是有点不像啦，不要紧嘛，演戏嘛，对不对？一直骂我这样，然后骂来骂去这样，就这样。最可惜是什么？不可以骂粗话。我就知道，就是别再三个字了，别再公丑，我西北干扣，西北
get 到唱粗话的歌，连被警察抓那个，呸！还有一个卖鱼那个也是吗？你能在骂粗话做别人的重事情吗？对了，新加坡一个呸！我有尝试跟导演一直沟通啊，就是讲说，哎，这个对白我可以不可以这样改？可是我通常我会 propose 他，我这样子讲会比较好笑，或者这样子讲会比较好玩，要看导演决定，因为导演才是整部戏的灵魂。几乎每一场都脱稿，那个导演被我们气到短屁啊！我真的气到短屁。你知道黄明志比较搞怪一点的啦，他会有时讲一些啊没有这样好的东西出来，这样子的。有时我就讲，哎，这样子可以的，还是不要了，因为我们还要垫点局的嘛。他过不到就打我哦。还有一场戏，我记得他要掩饰他的厉害，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Yeah!这是你的，快快快快快快！你有反应？有反应？你有反应？有点夸张，兄弟。问你，还老人念的。还在念几句休息。Ready, action！ 快过来啊！我打你，我跟你讲，走，再抓我啊！抓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打完那里我不知道。这些保护措施应该是不需要，应该是真的被打才会痛。我这三个点，我明白了，这三个在原地。我拍动作我很怕，就是这样，不是怕受伤，我怕激动作。正常被打就是被打啊，你一二三四五没有人安排了，要保护他，要很爱他这样。可是又要被打，又痛，又很英雄，又很 man， 这三种情绪一定拿赢地，这是因为有几重点上台。这一次是我第二次跟他合作，然后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有一点默契。然后我觉得这个演员很有自己的想法，当然他也很本色出演呐、啊。然后有时候我会，哎，这是他这样演的、啊，这样我要怎样编呢？激发到我很多 idea 这样子啦。对啊，Yumi算是第二次跟他合作，而且都是演情侣。下雨那场戏啊，那个是一个感情戏啊，因为我在里面要演很爱他的一个角色嘛，还是说你不够爱我这样？风凉了喽！他刚才那个水台开太大了，没有，我要演那个深情的眼神，看他水这样大，我只能看那个梁朝伟的眼神。我不是做不到，是那个雨太大，他阻挡着我的演技，刚才感情不够，所以我们要再淋多一次雨，再拍多一次。跟Yumi讲话就好像男人跟男人讲话这样，虽然她是大美女啦，可是讲话起来就是有点像朋友这样哦。我觉得可以用一些配乐啊，或者是用一些剪接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现在在拍车祸现场，你知道这个 shot 我拍过一次吗？泰国情歌，差别是在我旁边是大伟哥，可是那个泰国情歌里面是一个美女的腿上。在你跟大伟哥有什么感觉？他胸大啊，不错啊。摸过、啊？有撞到过，没有弹性，至少不会下垂咯。再等五年看你有没有下垂。这次是我跟德龙大哥认识那么多年第一次讲话那么多次，我跟他第一次合作的感觉是觉得他整个人是很温暖的，然后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子有一个大哥的风范。然后在演戏方面，我觉得他也是自己研究出一个方法出来。我跟他有一个困难度是因为他是怡保人嘛，就是广东 gang 的，我们的对白照着念的话会很尴尬的，所以这个他也发现到要怎样才可以用我的华语跟他华语讲起来对白的时候让大家听起来舒服啊。啊，这次很开心可以跟 Nimi 真正的合作、啊、我也私底下首先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我说兄弟，我有一部电影我想跟你合作。他说哎 OK 然后就一拍即合了。开始的时候也蛮担心的，整个团队都担心，因为这个人会不会很难搞呢？真正开拍的时候他不单只专业，他也给了我们很多新的 idea， 然后他的演绎呢也很跳脱或者有即兴的场面出现了、啊、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整个东西下来呢，我觉得会让大家看到另外一个更轻松的黄明志。这故事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要得罪你，所以你要点被他们家暴。Ready, three, two, one, action！ 你像那个胖胖做做皮鞋，整天被人家骂的，有笑脸。我觉得最容易摩擦出火花的肯定是王雷大哥，里面我们一直在抖很多一些对白啊，我们一直在想要讲讲会比较接地气。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你知道马来西亚的控管很严啊，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对白的时候一直在想粗话，可是又不可以讲，这样王雷大哥就是一直骂，想如果我可以讲粗话就很爽。他妈的，我一定要骂粗话。第一次跟他合作我中 COVID， 第二次录音的时候我进 hospital 食物中毒，跟他拍 MV 三天了、啊，拍的时候又推了那个女演员也是进了 hospital， 所以我觉得他是惜别衰了，水火不容。
in 啦 ，all in 啦 ，all in 啦。我其实蛮担心的，可能导演他要的是有点像十年前的我，更傻孩子一点，因为年龄的问题，我怕演不到那个年龄的我。我担心剪出来我的表现不是导演要的，我怕观众失望，我怕导演失望，我怕邀请我来的林德龙大哥失望。毕竟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我每一天我都在怀疑。然后人家又好像怕我不爽，又不敢改我的戏，心里就有一种矛盾。我不敢说明智的演技是很厉害，但是因为他个性化的那个演法演出来，就是他的对白不会直直跟着我的对白去讲，他会用了自己的方式去演绎出来，又演得这么自然，观众会很舒服，也很本土化了。难得，你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演员，他有给他 surprise 我。我觉得跟 Matt Light 这位导演合作啊，我用目测啦，他拍戏的速度大概比我快30%到40%。在拍摄的时候呢，他比较会让演员去发挥自己的 style， 可是我的话，我会比较执着于某些细节，说哎，这句话不应该这样讲，应该那样讲。导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也没有好坏的。来看他们做导演，他们的整个 production， 我就觉得发现到我自己之前做不好，所以我觉得来参加别人的 production 是好的。各位，明智有请我们喝饮料，还有蛋糕啊！大家有空的人可以去到，吃饭的人去拿，谢谢。因为我们拍戏嘛，就是被剧组照顾，所以我们要照顾他们，还要照顾人。谢谢黄明志大哥， yeah. 谢谢明智大哥。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感受哦，就是很轻松，因为之前做导演要做演员，那个压力要是两倍的，所以你在演的时候你要导，然后你导完了过后你要演，真的要100%的精神来专注在那个事情上面，是很累很累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啦。那这是我来这里拍戏的时候还可以在那边走来走去啊，喝茶啊，然后吃蛋糕啊，跟大家聊天啊，这样我觉得就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送我这个花哦，里面还有一张卡。明智，谢谢你的精彩演出，扑克王者，只有仪式感没有。演完了，整个心情还蛮多感触的啦。我从一进组的时候开始很陌生，我有点怕，其实，因为平时我们通常一开剧组，全部都是我的人，而这次我走进别人的剧组的那一刻，好像进到别人的地盘的感觉。有点抵触，又很想融入，然后跟演员们、跟工作人员慢慢开始产生一些默契，然后尤其是更深一层跟林德龙大哥一起合作，因为看到他的为人处事，也不会让你感受到有压力了，也看到了很多跟我平时工作不一样的方式，记熟到了很多东西了。后制很重要，因为还没有看到嘛，希望整个后制剪接加上特效、音效、配乐过呢，这部电影希望可以很好看。I'm your superhero 闭上毛巾准备跳跃，妈妈来了送我两遍，电费房租和贷款才是雷神之锤。雷神讲 pause， 这里 I'm your superhero rock and roll 不需要太长，我到处飞翔，也没有猪，也没有猪，听听带我到处飞翔。我是第一次帮他录音，其实我有一点意外，觉得还不错。不过等一下 rap 的部分比较难。我还有 super power replay。耶、yeah, ，终于有机会呢，帮林德荣大哥写歌录歌，终于有机会跟你合作了。没有，我那时候在想的时候，要写什么歌呢？太容易的话，我觉得没有挑战了。可是其实我有偷偷放水的，蛮担心的。我有问导演了，就德荣大哥 OK 嘛，就是要唱这样 melodic 的 rap， 我要矛盾，到底要过分一点，还是要容易一点？结果发现到，哎，他 rap OK， 高音低音都跟我蛮像的，我就觉得，哎，没有想到今天晚上这样顺利啊，真的。我想问哦，你用多久写出来？
两天吧，天，因为这首比较久，因为我要找很多资料啊，两天还算久，就，因为我通常写一首歌曲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写完嘛，曲就是想到旋律，可是那个词哦，你要去查很多资料，比如说我这里有那个 storm， 还有那个 superman， 可是我没有讲到 storm 跟 superman， 可是你要看他歌词，你就知道我在讲谁。月光仙子哦，月光仙子是月光仙子啊，代替 sailor moon， sailor moon， 然后这里是 the hawk， 你写了几个进去？四五个，下面还有王龙，对对。其实刚开始导演一直叫我写，我一直写不出来，我就跟导演讲说，可以不可以去看一下你们的初剪，给我抓那个感觉。然后过去看，看完了我就知道，哦，幸好我没有去写，要写的话就会写错，就会写错。错，对对。那天凌晨两点多，我太太还没睡，我太太讲歌发来了嘛，他发来了，就发给我，就在那边听，说很好听。那算是 Nimi 真的是厉害，这首歌你一听下去就很有 om 了。其实那时候导演给我的 reference 更难，他给我那个 Rocky， 当。这个张张张张张张啊，对对，所以这首也是有类似当就 rap 比较轻松的。会有那么一天，突然变一把力无边，代替月亮成而出现。如果仙子是我的初恋，觉得这首歌有符合到克王者的 match 到爆。那其实呢，我是没有 idea， 这一部戏我们的主题曲应该是跑哪一个 direction？ 其实这首歌啦，它的曲风算是什么呢？它是 rock， 然后可是是 EDM， 因为它是新一代的，所以我们要加一些 EDM， 不然听起来会很老。因为其实跟这个导演合作，我有一个压力，就是我们在拍戏的时候，一边拍呢，他是已经播出一首歌。给他自己抓感觉，所以那首歌到最后就会拿来参考，要创作出一首歌。我现在期待哪一场去进这首歌是最 match 的，没去看你们就知道。对对对对对。今天你觉得德荣大哥他的表现怎么样？我有点出乎意料，我以为要录很久，我也心里准备好的，然后我就准备半夜，哎，可能录算两个多小时。我好奇你平时录新年歌是大概多久？十多二十分钟。新年歌嘛，一首歌可能五六十个人唱，我们试过最多是整百人一起唱，然后你一句，我一句，我们这种大哥大姐就可能有一个人可以有一句哦。坦白说了，我本身真的是很欣赏 NMV 的 ，OK， 不管外面的风怎么吹，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黑粉也不少。首先我们合作电影。非常的愉快，然后导演就说，哎，不如主题曲你们两个唱，我是开心的，从心里面开心出来。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因为能选到合作的就是亚洲嘛，有选，他讲到好像我去选他们，我选了宪哥，那我也请问我选你，你有空吗？我选到你，你这样讲不是不可以，没有。接下来我们要拍摄 MV 了吗？对于拍摄 MV 有什么期待？那我想到是好像很热，热我是很怕的啦。这个还不是最重要，我最怕的就是歌词。这首歌我担心，因为什么？我看这歌词来唱，我都差不多要咬到石头。刚刚就是那个红，雄心万丈，他唱那个红心万丈。就算有红心万丈，也无需雄雄雄。广东派啊，那边我 NG 有几十次有啊。他前面进的时候我又有压力，因为你要进得准。就算输啊哈，就算有雄心万丈，我意思。然后你注意进的准之后，你就红就出来了。就算有雄心，你进的准了，记得雄鸟后面那句忘记了啊。听的羊跟着风向，你只能遍体鳞伤。那我们下个礼拜就要拍 MV 啊，可以给我一年时间去练手他吗？你们来不及啊，现在过年更忙，这部电影还会在台湾，还有在香港，还有在新加坡要上，所以接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做，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拍 MV 到底要怎样呢？到底会被热死？拭目以待。扑克王子主题曲，这个哥早安。不是，我跟他们讲需要大字报，他们连我那一 part 都写，我就顺便咯，这都录音录那么多次了，不需要的。代替月亮成而出现，月光仙子是我的初恋，因为杯子最高的一口可以走比飞燕，绿色的脸不顾被迫写，吃得不到干嘛射线。 I'm your superhero， I need today， I'm superhero， 都无惧无畏， I'm your superpower， 击退把恶势力都打碎。你们两个好像男团哎，男团哇，还安个团呢。再看肉肉这样很厉害的，你们那些女子喜欢这样的，是吗？怎么我只有找到我老婆一个？啊？什么妹妹？你哭？你内裤？你也是不卖你这个内裤的哦？这样就这样。不可以的，一定要去穿内裤的，要给女孩子笑。
这是很累的，你们不要看这样子啊，因为他们要保持一个平衡这样啊，所以真的叫这种小鲜肉也去 gym 的来练，像这种老人院的、啊、很难的。终于结束了，真的。我觉得录歌跟拍 MV 一样，这样累，就不会玩，一直要跳这样。你还跳得很好啊，很喘，其实真的蛮喘的。我们也要佩服我们的摄影师。不过相信这个 MV 出来一定很好看，这首歌可以用到明年 Olympic 了，我看。世界杯也可以用，世界杯。OK， 明智哥哥可以收工，我们是叫德宏大哥。OK， 所以我们今天终于拍摄结束，我要走了。然后德宏哥还没有拍完，啊，拜拜，拜拜，先走了，拜拜。首映礼见，首映礼，首映礼。没有，我跟你一起走红地毯，你这样勾住我了。哎呀，很讨厌的，我们关系都崩了啦。金屋藏娇20年这样。哎，绿色的脸谱可以破鞋，你觉得不到干嘛是我这脸块？绿色的脸谱可以破鞋，就是不要干嘛射线。我们现在要去走红地毯了，然后一走红地毯完就唱歌了。然后问题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背熟 Superhero 的歌词。好，接下来是王明志以及黄美黄世清。我刚才看到你差一点就走不下来的，他们很兴奋看到你耶。哇，非常高兴看到那么多人，难得我参与老少咸宜的电影，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刚刚呢，这首歌一直在播的时候，我看到林德荣先生，他就是一直在那边开不上那个歌词了。你要唱得越长噶呢啲歌，喂，呢啲肯定冇问题啦，我有问题啊嘛。这是我第一次表演，我这首歌我完全不熟。今天我们就是来全宇宙首唱了 ，Superhero， 掌声有请。Are you ready？冒险，全宇宙都在身边。打雷闪电，我望向天，飓风暴还没出现。预备起，要我一口可以纵地飞檐。绿色的脸，不会妥协，尺度不高，我冒险险。壮大英雄才真正体会的 hero， 带你一起飞。Superhero， 都不惧无畏，就算伤痕累累，也从来不后悔。我还有 super。要看扑克王者，约定了。正在看扑克王者，我想讲哦，非常遗憾，王雷大哥今天没有办法站在这里。哎呦，他人已经到了。我觉得有些人真的很无聊了，支持一下我们的新马合作的电影，希望 Malaysian support local film。待会儿呢，我们的导演演员们也会去到戏院里头跟你们来见面的。再次的谢谢导演，谢谢演员们，谢谢。再见，嗨。本节奖就是要去看戏，要去看戏友喽。剛才有很多新聞就說誰不來得誰不來得是不來得的已經在現場了、我們有個觀眾呢入了來這位先生、你好、你有什麼期待呢對我起你的頭啦全部穿得這樣漂亮這樣因為說我不能進來隨便一個觀眾穿得比你好看Join the movie Thank you各位发财！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三个号了。Enjoy the movie, thank you, thank you。有跟导演，有。Thank you, 还有王明志以及小玉。Last one, last one， 跑到跑，不然我没有掉。有不同的导演，没错，有这一位他来了，王雷大哥。明智哥，呀，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看这个首映，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看完整版。如果好看的话，帮忙大家 tag 一下 tag 你所有的朋友出来了。谢谢大家支持，多支持本地电影，谢谢。耶！扑克王者 ，all in all in all in。我们现在看电影，第一次看的，很紧张，不知道好不好看，恐怖吗？好看，看先，看先。哈哈哈哈哈！去吧。发牌了！
我在看完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胡闹的喜剧，因为我本来以为有王雷有我们会演到比较胡闹，可是我觉得这个导演他的风格是比较有寓意，看的会有思考一些东西，蛮有感触。看到每一个画面都想到那时候拍的那个样子，每一幕在看到就想到王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讲了什么废话，出了什么，都会历历在目。我想熬过来，我觉得他们会比我更惨，因为工作人员跟到晚。整个制作啊，看得出来是很用心，我觉得很荣幸可以参与这个制作，就是谢谢导演 Mainline 还有导演哥给我这次机会参与这么大型的比较，这么有寓意的一部电影，大家一定来看《Local王者》，Support Local Movie。我看到他们拍戏啊，整个大家很热血在动，尤其是导演啊，一直在全神贯注在那边看出他的作品啊，自己有那个火，想要再创造一个奇迹出来，这样子，想要自己拍一个自己的电影，有一个冲动这样子。你笑我可悲。